在家里等待，就是要去参加 Garage 8的第一天。那现在不知道 Garage 8那边会不会 delay， 但他们说是星期一的时间要去，所以现在是礼拜天下午5点，所以我们看状况啊，在等待去中东最大的加速器 The Garage。6月23日，艾迪科技市场长首度踏上沙乌地阿拉伯的利雅得，正逢当时，以色列与伊朗战争仍在激烈交火。带着忐忑的心情，抵达了中东最大新创加速器 The Garage。ID 科技是东亚唯一入选的团队。3个月的培训计划中，团队成员接力前往利雅得，学习当地公司注册流程、法律规范以及创业生态和市场策略。在此期间，团队更有机会与当地及国际投资人交流，展示技术与商业方案。ID 科技希望参与 Saudi Vision 2030。把台湾的创新能量带到国际舞台，推动 Maps Solution 将红树林蓝碳与白虾式内养殖结合，应用在红海沿岸，同时解决气候问题，也创造经济价值。